真侪信众拢相信安泰岁一旦祈求一年平安顺利，那是想要保在口袋点在身顶。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有未少庙宇也推出照用电脑网络都会当安泰岁点公民灯。北港武德宫都甲一个专门教人理财的网站合作，叫动手都会当伫网络点在身顶。其实我们跟 C-Money 算是一个是天上的这个财经的专家啦，那一个是我们人间的这个财经专家，所以这样的跨界的结合哦，就是其实原本就非常的巧妙了。那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哦，因为可能有些都是远距的一个信众了，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网路哦，来这里武德宫这里来补财库哦，求财止福，那也可以来点财神灯。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达成他们也是透过自身的力量做行善哦，累积累功德的这个心愿呢、啊、哈，亏钱的时候觉得说可能善事做得不够，好、哦、要再多积点阴德，让运气再更旺一点，或者是说赚钱也觉得说那我应该回馈一些弱势团体的支持这样的事情。这个网站接受民众报名，武德宫这边也帮报名信众点灯，而且伫咧点财神灯保财库的同时，也结合公益做爱心。网站伫年初推出点灯的方案，民众只要买一套，因都捐出10%的钱做公益。短短20天，3000套的方案都马上获定了，最后捐出580000俾予华山基金会。那580000对我们云林县这些弱势长辈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笔的服务经费。那目前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服务经费在努力。那580000我们都会用在老人的服务经费，就是平常我们的关怀访视、陪同就医、帮他们洗澡、整理家务等等的服务费用。那再一次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朋友们。那希望老天祝福他们，然后也希望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让我们云林县的弱势长辈的服务能够不断的被推动。利用网络点在身顶，方便真济无法到来庙拜拜的信众。随着科技的发展，庙宇也加入网络，让信众利用电脑，对当众再去接登去厝。记者郭祥斌采访报道。